我们相继调取了事发现场监控录像、目击者证言、当事人陈述、警棍、枪支等物证照片、警官证、持枪证、枪支使用交际记录等书证、伤亡鉴定、枪支弹道鉴定等100余份相关证据材料，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。 在调查核实大量客观证据的基础上，检察机关认定，民警李乐斌为依法行使公务，在处置这起事件中，使用枪支依规合法。